腾哥，腾哥咋了？腾哥咋了？六个字。六个字。两个字啊，三个字。这么小，眼睛就这样了。三个字。三个字。狮子王。大猩猩。狂犬病。虎。第四个字。第四个字。虎头虎脑。这个行为是什么？虎点。虎点。六个字。蛇。香。唐伯虎点秋香。哪个队的？没事，王源也猜到了。对。三个字，我。优雅。美。刘翔。皇后。十五岁的皇后，也太早熟点了吧！一五三天，武则天，武则天，耶！这都被截了，哎呀！嘉玲姐，其实你们可以稍微说一点话了。就哦，我可以说话的吗？我以为我不能说话的，就不能说那个三个字啊。哦，这个好玩了。三个字。三个字。你那样看不出来。机器人。外星人。哇！你哎，什么也不是，我答对。沈腾哥，这就是外星人啊！我这个可以的，我可以的。这个嘉玲姐来示范一下。一下就猜对了，耶耶耶，这么厉害。来来，抓紧把这个也猜出来。哦，这个可以，这个乒乓球。一个人。张继科。耶，这轮时间到了。哎，沈腾哥你应该这样，嘉玲姐你应该这样演。我就知道了。哎，对哦，你让嘉玲姐做这个动作吗？好了，这一轮答题时间已经到了，答对更多的是小圆。耶耶，准备好了啊，嘉玲哈。好好好好，挑战开始。嘘，别说话。正确。过分了这个，哎。太快了，太快了！这三个字，新疆舞，海带舞，国外的印度舞，耶！重庆，重庆。
最喜欢吃干嘛？吃火锅。对。我的老爷爷，伯妹，弯腰，什么？飞龙？几个字？几个字？四个字。四个字。四个字。这儿怎么了？这儿怎么了？这儿长了个包。腾哥，腾哥，驼背，喉咙，疼啊！腰疼，腰酸背疼。哎，对对，腾哥。哎，这个。三个字，他的表情好笑，可爱。不行了，不行了。好，现在到我们王牌家族队了。小圆，要不要把裤子提一提？一会儿劈的时候，别让裤裆限制了你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对于裤裆这个事儿，腾哥在王牌这个舞台上是有经验的。对，是不是？上一季啊，就不提了这个事，不要提了。劈破。我整个这一季来的时候，我都跟导演商量了，我可不可以穿裙子。好了，准备好了啊，来挑战开始。两个字。然后他就不动了。点穴。啊，这个两个字。触电。这么快啊？好，又正确，我的天，难受，这就不行了啊。三个字 ，A 型、B 型，还有 AB 型、O 型，打绷带，不，我这个要给哪一个？不，疼，但是插进去，扎针，但是一个地方。好的，谢谢您，对啊，谢谢，谢谢您帮助。怎么还有多了一个人呢？哎，怎么还多一个人呢？因为你的举动，我给你个证。哦，谢学，前两个字对了，第三个字是，我现在干嘛？我谢学站。哎，这什么呀？三个字。看电视，这个小叮当。这是电视，我是一个女鬼，我从它跑出。恐怖片。对。小人还好吗？不行了。裤子还好吗？裤子。四个字儿，他是一个大明星。欧阳娜娜，我是他的大明星啊，保镖。前两个字，贴身保镖。哎呦，四个字，砰，枪战 CF。四个字啊。落花流水，不对，来，这是老爷，这老爷，我是老爷，丫鬟，五个字，王源最帅了，王源。他的这个怎么？我这个怎么？大眼瞪小眼。哎，哇，这都能猜出来？这你能猜？哎，这个最好是猜了。打狗。哎呦我！哎，那，我可以，我会做很多花样。钻火圈。马戏团。钻火圈是一个身份，训犬师。哎，训什么师？驯兽师。腾哥本人。四个字，这个动作可以啊。社会大哥。过。王爷，我在吃饭，吃饭然后不付钱走了。吃饭不给钱。吃饭晚餐。对。
不要垫脚。要垫脚没有用。我们这里可能需要苹果箱。对。好。挑战开始。跑，跑步，奔跑的小猪。三个字。我猜你。演过什么？贾宝玉。回答正确。耶、yeah! 哎哥们，这是什么？有这情节吗？不是，我很轻松的。我们站着吧，站着我们看得清楚一点。时间有限啊，来继续。四个字。四个字。这是啥玩意儿？游泳，跳水，游泳跳水，跳崖自尽。第一个字，拉，长，长，长话飘飘，开壶，开眼。第三个字，梅。不长什么不长长生不老。回答正确。哎，欧阳老师有点厉害呀、啊、漂亮。第四个字还不明显吗？不像长生不老啊。你们俩是不是回头看了？不可能，他这么正直的。你俩把手给我伸出来。继续继续。四个字。沈腾疯了。哭笑不得，哭笑不得。乐极生悲。好、哦，正确。乐极生悲。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三个字。三个字。妈呀，这个太吓人了。哎呦！咦！美男子，美男子。林黛玉。哦，回答正确。哇，厉害了！贾玲，你怎么猜出来的？他就想变成林黛玉。我的天哪！三个字。三个字。一。七。林黛玉。啊、蛇，《白蛇传》，《新白娘子传奇》。白娘子，前面俩字都对了。西湖白娘，白素贞，白娘，白娘娘，白娘，雷峰塔，白毛女，白毛女，白蛇传，白折腾一阵，憋死你！我忘了这个人物形象是什么样的吧？过。白蛇飞，这可以，这腾哥本腾哎。三个字，丑，憨豆，太丑了。丑八怪。哦。哎，你饿？金凯瑞。金凯瑞。变相怪杰。这是四个字了。三个字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脸。瓜子脸。大饼脸。脸盘脸盆。不是，宋小宝。吃西瓜，大饼脸，大饼脸，这啥？这是瓜。下一个，一个字。折折。囧。哎，对了。哎呀！哇，来，还有最后一个词，至关重要。四个字。呜！狂风暴雨，狂风吹人倒，弱不禁风。回答正确。啊！弱不禁风。
这一轮啊，3-3啊，打平。啊，这轮是小圆对娜娜啊，来看看这边是谁。好小啊，这个。这边。哎呀！咋了？怎么？他那个好好猜啊！你也不能多透露信息，对不对？挺难的。小圆，请提问。是女的吗？是。我这个人是男的吗？不是。我这个人，美吗？是。是啊，而且你回答的非常正经，我发现这个表情。对啊，是。是哈，是美的。这个猜不出来了。这个人一辈子都猜不出来了。我这个人是演员吗？是。我这个人，跟我认识吗？犹豫了。是。这你可以说多话，是不是？我这个人，我认不认识？你认不认识我不知道，反正我认识。你我这个人，体重150以上还是150以下？那我还真不知道。哎，不是，你要问我是非题。好。他是胖子吗？是。好。我这个人那个有男朋友吗？有。有。啊。我这个，这问他真不好问，你知道吗？怎么了呢？那么让你为难吗？这个人？你可以直接问是不是刘德华的妻子。你都知道是谁了，你。我这个人。张人凡吗？就是比如说嘉玲姐是美丽100分的话，那我这个人是美丽50分以上呢，还是50分以下？我告诉你3分。你是这样回答我，我这个人美丽是及格的吗？你如果问他在我这年纪的时候及不及格，那个年纪是及格的。哦，越长越呲了呗。这我这个年纪也很满意。那我这个人胖不胖？肯定比我这个瘦吧。那不很多吗？那不胖不胖。我再问最后一个。看来有苦了啊。我这个人是不是特别招人喜欢？是不是全国的观众都喜欢他？我怎么觉得你已经把这张照片的出处都猜出来了呢？这个小朋友真的是会说话。是是是是是。那我就知道了。请问，她的男朋友跟她求婚了吗？求了。哎，我再问最后一个。好。我这个人的绰号是不是小百灵？这个题太那个题太简单了。他自称是，那观众认不认为我可不知道。娜娜，这时候不需要回答那么多。好，那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。好，最后我前面这个人肤浅吗？这个问题帮你剪掉好不好？停留在上一个问题就挺好了，已经。这个人肤浅吗？当然。是。哦，那我就知道了，贾玲姐了。哎，不好意思，那我就知道了。我这谁呀？我真的猜到是梁甫，你知道吗？你早你就猜到了，肯定。哇，这个很简单。对，基本上问是不是150斤以上，是不是就大概知道答案了？是的，对，对吧？因为你想，整个娱乐圈150斤以上女明星有几个？真的是，你就不知道婉转一点问吗？你就问是不是娱乐圈200斤以下的。
相对来说，你这个题是简单，是相对简单一些啊。不是相对呀、啊，那是真简单呢、啊。但我觉得你应该已经知道了呀，你问。我不知道是不确定是不是他嘛，所以我问有没有求婚。所以也快出来了，快。而且问了两个问题，估计你答案也就脱口而出了。好了，对不起大家，对不起。那个怎么讲？参赛者就位，表演开始。演员就位，表演开始。我怎么紧张啊？我紧张。你要喊当当当吗？那个谁，那个天林，你给喊一下吧。哦，不要听这个声音。哇哇，这声音我们听了就好难受。想上厕所。哇塞。想上厕所。咦，在干嘛呢？哎，干嘛呢？哎，弟弟，你回来了。不是你拿的什么东西啊？哎，就那个，我今天不淘宝双十一嘛，买的那个什么，一些化妆品啊什么的。不是，你别给双十一打广告。啊？怎么有狗叫呢？你不养狗吗？房间别别别别动别动别动、啊！你这是什么？你掉出来了、啊！我的狗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把我的小沈放在里边干嘛？不想跟你说了。不是你什么意思？你趁着我没有回到家，你把我的狗……不，我不想听你说。小沈害我全身过敏。你很搞笑。我哪里搞笑？狗，你不喜欢狗，那你为什么不能告诉我呢？你这是要干？我告诉过你了呀，我昨天不告诉过你了吗？那你现在是把它装在盒子里，想把它带出去扔掉是吗？我没有要扔掉，我可能只是送给小贾。你知道我那朋友小贾吗？他很喜欢狗的，那他又不对狗过敏，我对狗过敏、啊。你送给小贾，小沈多难过。就是小沈的问题是吗？那你有想过吗？每天晚上小沈，你先听我说，小沈是。怎么买来的？你忘了吗？是我拉琴，我拉琴拉了十年，把这狗从宠物店里买回来的。拉了十年。你清醒一点，妈已经走十年了，这十年都是我照顾你的。不是，你才要清醒一点好吧？这小沈明明是在路边看到奄奄一息不行了，我给捡回来的。哟。拉回来了。我本来一天就没有时间照顾他，他倒好，晚上睡觉的时候睡得好香好香，在做梦，哦，好开心，就听到你在那儿像锯木头一样啊啊！那我还刚开始学琴，我就我不管了，反正小沈今天必须留在我们家，永远都留在我们家。对，喂，小贾，那个、狗明天就可以过来拿了。对，我今天开车过去。你的那个什么叫什么叫什么什么木棍啊？我跟你讲，我停电了。怎么黑了呀？你赶快开灯啊，开闸！我告诉你啊，鬼来了啊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有鬼！鬼在哪？清醒一点，把灯打开！你让不让我养小沈？鬼来了，靠近你了，靠近你了，鬼靠近你了！你让不让我养小沈？你如果不让我养小沈，小沈在外面流浪，哪一天如果狗让你留下来，你开灯好吧？开灯。小沈真的要来，你确定让我留下来吗？你确定让我留下来吗？要留。开灯。哎呀，我的哎呀，哎呦，我的小沈真乖，终于说服他了。好。你这是演哪一出？把小沈还给我。好了，还给你了，还给你了。以后可以约法三章，好不好？行。我要先说三条。嗯。不准踹小沈，不准打小沈，然后小沈的名字叫。你还想往下说那个字吗？没有没有。你要非叫说叫沈涛，我跟你说。约法三章，小沈不能进我房间，好好好，然后小沈不能进我房间。好好好，和平和平，行吧。好好好，好好好好好好好。